我们中国人是十分喜爱木头的，睡觉的床，吃饭的桌子，工艺品等等，所以我们中国的木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工种，他们的手艺创造了辉煌的圆明园。我们中国人是十分喜爱木头的，睡觉的床，吃饭。他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得悬崖勒马，让我体会吧。人家女孩子晒车晒房晒车的晒男朋友，你呢晒得乌漆嘛黑。